HelloL.com 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 Amanda 李慧敏。我哋嘅交往係好自然嘅，因為我自己咧喺嗰個時候都唔係話對愛情 100% 好有信心，咁就同自己講唔好諗咁多啦。因為好多時要諗得多咧，尤其是女仔太多感受咧，反而會影響咗你同對方之間好清晰咁去睇清楚對方係一個咩人啦，適唔適合對方啦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重要嘅，對於未來嘅關係。咁所以我同自己講咧，唔好諗咁多，咁就用大家相處嘅時間去對大家好啦。咁有一啲好嘅回憶啦，每一次見到都好開心，咁樣先啦。咁所以時間一路落去，咁樣下來，覺得咦好似幾舒服喎，大家磨合得幾好喺生活上，咁就即係發生啦。我想没有完美的，所以我想现在是八九十分都 OK 啦。但其实我觉得起码我觉得即结了婚之后都挺舒服的生活，即舒服的意思是不会觉得很辛苦去要迁就对方，反而是大家会即好像很自然，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细节都挺适合。因为我觉得相处是不容易，相爱是浪漫的事，但相处呢是真的细水长流，还有很多现实的生活的细节在里面。所以呢我觉得我会每一天都是学习着，因为其实不会有完美的，尽量做好，希望大家会两个人一起开心，还有家庭的感觉。